本院委员徐少平等十一人，提请新建基隆外港跨海彩虹大桥，接通北海岸滨海公路，并复建彩虹步道，成为基隆港市地标，可以并可解决东西岸交通问题。那么，因为在去年，我们基隆市的议会跟港务局跟地方人士到大陆考察杭州湾大桥、牙山港大桥、还有疏通大桥等三大桥，全长都是30公里，而基隆外港水域只有1公里，所以耗资理应不大啊。现请交通部会同基隆港、基隆市等有关单位立即筹建专案小组，规划办理，尽快落实新建，是否有当，请公决。本院委员徐少平等11人提案，本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。